迎我们的郭鬼鬼。Hello， 我是郭鬼鬼。求学过程中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哪一个科系比较擅长临床的技术？面临病床的时候的处理。那你对今天的挑战有信心吗？当然，超对自己非常有信心啊。但是我们的题目是真的相当的困难，比较大多都是知识型、冷知识或者是新知识。例如，每呼吸一分钟就有60秒过去。这个是干话。今天就是要让观众知道，其实我们的网美网红还是有脑的，真的。那我等下就是直接挑战了。你总共有两个求救方式啊，三组法求奥可以打掉别人，给我特别聪明的朋友啊，对，有没有特别聪明的朋友？好，那我就直接开始吧。求奥给妈周伯吗？好，第一题，我们生活当中重要的交通标志红绿灯，其中的红绿灯由来为何？出差与否的代表颜色 ：B. 女性已婚未婚的衣服颜色 ；C. 工厂工人工作休息的帽子颜色 ；D. 发明者的型号。哇，第一题要求到，是不是？所以你的答案这是知识哎、欸，答案是我答案是，我觉得 C. 工人工厂工人工作休息的帽子颜色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像马里奥那样有红色的衣服。对，那我今天休兵了哦，所以我要戴上红色帽子。可是我又在想，会不会是餐厅？可是我觉得应该不会用在这么就是广泛的地方，所以我猜是工人。所以答案是 C。不对，不对，为什么？来为大家解答，为什么是 B 女性已婚未婚的衣服颜色？在早期啊，他们就是为了要辨别女生的身份，所以红色代表已婚的女生，然后穿绿色衣服代表未婚的女生。哦，那为什么会变成红绿灯呢？就因为绿色可以通，红就不行。那是一个由来，对，它是参考这个东西。所以绿色确定是可以通，可以通是。这题我觉得你应该就会，因为它有关医疗。以下何种物质已被证明会导致癌症发生 ？A. 黄曲霉素 ，B. 肉毒杆菌 ，C. 金黄色葡萄球菌 ，D. 沙门氏菌。哇靠，这有问题啊！你不是护理系，我是护理系，但它应该不是化学系。对，要不要求救还是删除？删除。哇，这么快就要用？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删除。删除吗？删不删除？删不删除？就是，我觉得金黄色葡萄球菌。答错。沙门哦。我们外面的人都是，你也把冷汗。是肉毒杆菌。也不是。太扯了啦！难解啊。简单来说，这个东西叫。它就是带有很强的生物毒性的化合物，对，所以它应该是地表最强的致癌物。癌症定在那个肠道部分，为什么？因为我肠胃不好。哦，所以你有肠胃癌吗？要验一下。交通警察的测速雷达可测得车辆是否超速，始终只是下列哪一个原理的应用 ？A. 干涉 ，B. 绕射 ，C. 杜普勒效应 ，D. 透射。我觉得这个很简单。曾经有被是不是要？我不常被就开始去研究。那时候很会猜题的就会选名那个最长的那一个，对不对？你说名字最复杂。对，名字最复杂。但是逮鸡波，我加干呢，你先给我拿。学了加干，那我就开始证明我是白痴了。你说雷达照到车子反弹？对啊，所以叫做绕射不是吧？还是透射？我们今天拍了叫猜猜。太难了，我觉得名字最长的那一个。来 A B C D C。答对了，恭喜，终于说这个完全是用无脑的方式去解答。你知道我以前读书都是这样子的，就是选那个最复杂。都普勒效应简单来说就是无线电波的反弹啊，移动体跟观测者之间的一些无线电波反弹，这叫做都普勒效应。不是反弹就好了呢？下列何者不属于类地行星 ？A. 水星 ，B. 金星 ，C. 火星 ，D. 土星。类地行星的意思是类似地球的行星吗？对。好，现在进入一个猜猜的。火星是跟地球一样啊，因为我觉得是金星，土星是外面一圈的那个，对不对？金星吧 ，B。所以是 B 吗 ？B。确定吗？把金星，没有人说滚回。回金星去啊！你说滚回火星去，那火星已经可以住人。华贵有，然后水星，对啊，水星有听说有在研究，所以我才。所以是金星。确定。答案是 D 土星。类地行星就是前面四个，水星、金星、地球、火星，你后面都不是了。后面全部都是外星人的东西。他现在四题只答对一题，所以你现在通告费只有1000块。完蛋了，开台。北极熊的毛跟皮肤分别是何种颜色 ？A. 白色肤色 ，B. 白色黑色 ，C. 透明肤色 ，D. 透明黑色。透明肤色是透明肤色，我确定一定是透明的毛，只是它的肤色，我在想是黑色还是肤色，应该是透明肤色，因为它撕掉也不会变黑的啊，透明肤色。所以是 C 吗？
像是 D 或黑色，真的是黑色吗？哦，那我觉得他还蛮有脑的，他怎么知道北极熊的毛是透明？我知道，因为我之前对北极熊蛮有兴趣的，然后我知道他的毛是透明的。你去抓他吗？他的毛是透明的管子。对，但是肤色真的就是没有问到这一题。他简单来说，就像你刚刚说的一样，他的毛发是透明的管子。对，那他的肤色是黑色，然后他会吸热，所以折射看上去就是白色。哦，所以我被折射骗了。再来这一题，我觉得就是送分。美人鱼铜像是哪一个国家首都的地标？美国纽约 ，B. 英国伦敦 ，C. 法国巴黎 ，D. 丹麦哥本哈根。哥本哈根的童话，确定吗？对。好吧，童话故事就是他说的那样子。哇，这个真的是有脑哎，这个是我不太知道的事。你没有童年吗？美国纽约是哪个地标吗？美国纽约是有女的吗？那法国巴黎呢？巴黎铁塔。那英国伦敦？伦敦铁塔。伦敦铁桥。伦敦铁塔。哪来这么多铁塔？所以你答对了。答对。哇，来第七题，英国研究报道，看什么电影90分钟可以减肥？恐怖片 ，B 喜剧片 ，C 动作片 ，D 剧情片。恐怖片，血脉喷张。那再加一个 A B C D E A 片，好难啊！我觉得 A 片比较运动量比较大哦。所以你觉得恐怖片？恐怖片不是喜剧吗？因为恐怖片你会跟着他紧张，喜剧只会一直笑，但是恐怖片你是会跟着那个剧情紧张的。可以确定是 A 恐怖片。答案是，答案确实是 A 是恐怖片，因为看恐怖片的时候就是会使人家紧张，肾上腺素会激发，所以你的所有器官什么都会跟着一起躁动。它其实不算是一种减肥啦，看恐怖片会让你燃烧一些热量，所以这一题答对喽。哟，算有毒。第八题，睡前滑手机不仅伤眼睛，还会造成什么样的健康问题？ A 智商降低， B 失眠， C 骨质疏松， D 致癌。失眠，蓝光。哇塞，真的是护理系哎！哇，真的哎！为什么你知道是蓝光啊？因为蓝光会控制脑内分泌，对。因为蓝光在你眼睛看到，它会传递给大脑，它会觉得是白天的时候，所以会让你有点亢奋。哇塞，哇，他又守住1000块了。好，第九题，华西钢琴无论有口而无言，不算人，快点被他光笑，此叫天子战狂神。左右有对象是 A 西施， B 赵飞燕， C 冯高君， D 杨玉环。这题无解了吧？那我可以用求救，当然可以用啊。那我需要我需要。你以为可以换钱吗？救救我啦！我有聪明的朋友，我要打给面白大丈夫的董轩。我昨天才看他们的影片。请好，来来来来。喂 ，Hello Hello， 我现在在录节目，然后我需要求救，然后帮我回答一个问题。好，那我先要念诗喽。哇，好难啊！来 A B C D 选一个，我想选 B。B 赵飞燕，赵飞燕吗？确定吗？确定，确定。好，那我们答案是 D 杨玉环。哇，你们两个一样是笨蛋，文道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董轩。那我朋友也是聪明的朋友，事实证明笨蛋跟笨蛋都是好朋友。我们看注解。最后一题了，表现主义绘画风格著名的作品《呐喊》，其作者是现代哪位作家 ？A. 孟达 ，B. 孟克 ，C. 孟内 ，D. 孟子。孟子，哎，人家会写诗之外，也可以会画画吧？现代主义著名的画家《呐喊》，呐喊不是那个吗？画家是哪一位？莫内啊。确定？莫内。删除。他选择用删，选择删删除。我们就把正确答案删掉。那我就删掉 D. 孟子。哦，所以你剩下孟内。你确定吗？告诉大家。答案是 B 孟克。OK， 所以他10题答对了。4题，哇，还有4000块哦，哇，这个通告费真好赚，而且来不到1小时。好，那谢谢收看我们的手速通告费。那喜欢我们影片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加分享，拜拜。拜拜。类地行星的意思是类似地球的行星吗？应该是。应该是吧。你等他打完蛋了，出题者被考倒了。